请主持人田歌。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在等待光荣绽放，等待今晚的嘉宾，我是田歌。今天到这里来绽放光荣的这位嘉宾啊，最近真可谓是风光无限，因为你只要走进电影院，总有一部他主演的电影正在上映。大街上、报刊亭里，零零总总的时尚画册，总有他的头像作为封面。他就是张静初。孔雀中，他绽放清纯；唐山大地震中，他饱含忧伤；他凄美中流露坚定；他知性中洒落单纯。今晚看张静初，光荣绽放。有请张静初。真好，我估计看了今天这个节目的所有的观众要为你的歌声而赞叹了。请坐，请坐，谢谢。刚才在一开场的时候，我向大家介绍了，我说最近你风光无限啊，这个走进电影院总能看到一部你主演的电影，大街上零零总总的这个时尚杂志总有你的封面，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女演员或者是女明星所想要的，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女人张静初和一个曾经学导演的张静初想要的。所以我就在想说，在什么杂志上啊，能够有就是像您这么好的节目，或者是拿到什么奖啊，当然觉得挺好的哈。但是我其实自己觉得，如果我没有亲人在电视机前看我，他们不为我高兴，其实这些都没有意义。其实对我个人真的是，我觉得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有的时候想想说，做半天就是其实是为他们，就尤其是我爸爸那时候在的时候就特别骄傲。爸爸去世了。我爸爸去世了，对。然后他就是经常那时候刚演电视剧，他就拿着我的碟就挨家挨户的推销，就他那些朋友啊同事啊，就说你看看我女儿吧，这个上面这个很小的这个图，但这个是我女儿，你看看她吧，然后特别好玩。然后我就觉得他是我的那个动力，你就会觉得有的时候觉得
因为有他们在意你的成绩哈，在意你比如说做出一点事情来，所以你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所谓的现在有一点小成绩吧是有意义的。那我想其实说到底还是他们最重要。如果静初的爸爸能看到你的今天就更好了。我们导演听说你特别爱吃水果，给你准备了很多水果，但是我知道其实他是有用意的，这些水果和张静初的成长生活和事业都有关系。哎，我觉得这点子不错，和一个女孩谈话用水果的方式进入还是挺可口的。好多水果，好多啊，西红柿，我们这里有俩西红柿，四个桃，还有俩苹果，还有一堆龙眼。瞧瞧一个姑娘她的成长和这四种水果在一起够甜蜜的了。第一个就是能够引起我注意的其实是西红柿。哎，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因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哈，唐山大地震一个重要的道具是吧。哎，你没有经过1976年，我们经过1976年的我和观众朋友都知道，1976年那个时代物质匮乏，就是说如果能吃到水果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吃西红柿或者是吃糖拌的西红柿，那就是真是甜蜜的事了。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吃西红柿，你喜欢吗？我特别喜欢西红柿，是基本上我每天都吃的水果。我觉得现在西红柿特别难买到好的了。我觉得小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们家是那个一个单位的院儿嘛，然后中间有一片小地，然后很多人会种东西，然后邻居家就老种西红柿，可是没有长得特别大就被我们全偷光了。然后那个西红柿，我觉得以前的那个西红柿是特别多汁儿的，然后外面是红红绿绿的，然后一咬开里面那个有水的那一部分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特别享受就是咬一小口然后把里面的汁儿吸出来的感觉。这是也是可以吃的。对对对啊，你以为是道具吗？对啊，你看我们在剧组吃东西都特别小心，因为有一次我们拍唐伯虎的时候不是那个花街嘛，有好多那个各种花生瓜子儿什么的，然后我们一块跳舞的女孩什么大家一起就有些就在吃那个瓜子儿，后来道具走过来说啊，那你们千万别吃，这上头全撒药的，因为怕老鼠吃了。这幕后花絮也是当演员有的时候看着他们吃的特开心的时候我就想笑，哎，他们演的真好，老想找个地方去抠了，哇，崩溃了。所以后来在剧组见到所有的吃的我们都自己非常自觉，绝对不碰。我们这个没有，你可以吃啊。我是特别喜欢西红柿这种水果。为什么？一般我吧，我要特喜欢这个年轻女孩，我就会说，哎呦，你看你年轻的像个西红柿一样啊。为什么呀？准确吧？是吗？就是你看光滑饱满，色泽那么鲜嫩，对吧？不仅它表面光滑，你打开之后，哎，非常丰富，很多水果就没有这个内涵。我不知道，而且从里到外都能吃，哎、对对对，比较重要。对对对，连籽儿都可以咽掉啊。那我可就忍不住了啊。吃了，那我能先吃这一半吗？说起西红柿。跟我的那个电影关系还特别大，就大家记不记得在孔雀的一开始，我演的那个姐姐就在地上做西红柿酱，就那时候北方就像你说的食物很匮乏嘛，所以基本上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把西红柿放在那个医药的瓶子里面，对，把它给腌起来，然后到冬天吃。然后到了戏的结尾，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那场戏也是姐姐蹲在那个地上，然后边在捡西红柿边在哭，弟弟在旁边，他们蹲在西红柿摊呢，她姐姐在偷偷的哭，所以也是西红柿。然后就觉得很有缘，不知道为什么很有缘。然后我生活里又那么喜欢吃西红柿，因为我刚刚有博客的时候我还写一篇博客，一个朋友送了我一个这么大的西红柿，然后我就边开车边吃，然后一个很小的巷子一个车开对面跟我交汇车，然后他就看见我，可能西红柿把整个脸都挡住了，太傻了，然后差点撞车。那天我刚把西红柿放下，啊，一个车就从我这擦肩而过，就想，哎呦，
我的妈呀，那西红柿人家肯定跟看怪物一样，这女孩子连脸都没有，就剩一西红柿了。所以说这我们选的这个道具还是真的很准确。对，哎，你说这人和一件事物，什么一种气味，一个水果，你真的说不清它就有某种特殊的缘分。对，就伴随着很多记忆。对，选择这部影片你是出于什么考虑？不是嚎啕大哭，你的内心应该说都经历了生离死别，或者说是天灾人祸，大彻大悟。唐山语言非常有魅力。唐军兄，你长得可一漂亮了。今天流行光荣绽放，光荣绽放正在播出。我觉得你的这个命运和城市也有一些关系。你这个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让大家更加熟悉你。嗯，那唐山这个城市给你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色彩感觉呢？还是愿意用比如说红色来代表，因为我觉得当然灾难你可以看到很多红色，因为我们的鲜血是红色的嘛。嗯，然后你可以看到来救援的人是拿着红旗的，所以希望也是红色的。嗯，然后现在你在看到唐山的时候会觉得完全是一个，他们自己说是凤凰城嘛，凤凰涅槃。嗯，然后其实火焰也是红色的，所以我可能就会马上想起这个颜色。你去唐山了，我觉得唐山语言非常有魅力，大家也还特别喜欢。啊，唐山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他们会怎么说呀？我其实，在戏里面没有学，没有真正的说唐山话。嗯，但是只有一点点，就是，比如说上大学，他们说上大小，同学们，上大小，上大小。要是北京人说，哎呀，张俊初，倍儿漂亮。啊，倍儿漂亮！倍儿漂亮！要是唐山人会怎么说？唐山人会怎么说？我还真的不知道哎。啊，有唐山人对不对？张俊初，您长得忒漂亮了！张俊初，您长得忒漂亮了！忒漂亮了！唐山的语言还挺俏皮的。对，而且唐山语言很像唱歌。啊，而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是我们那天首映的时候。然后因为没有拿到车证，然后警察就不让我们那个车进去嘛，然后我们那个车上的人就特别着急要进去，要不然赶不上首映了，就跟那个警察说，可是警察特别严肃过来说，你要是不停这儿，你要被贴车牌，好吧，就要被就要被拉走啊，什么贴牌啊什么。然后我们一点都不急，我们听他说就特别觉得好笑，因为特别像唱歌，说你不能停这儿啊，你停这儿拉走怎么办呢？我们一听，哎呦，好可爱哦，发脾气都那么可爱。啊，对对，这个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更是养育了一方言语。1976年这个大地震，它确实真是太惊天动地了，所以往往会把这些灰色也好，或者是沉痛的颜色也好，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嗯，所以我也就想问你，当时选择这部影片你是出于什么考虑呢？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看完剧本真的哭得非常厉害，就是嚎啕大哭。那我没有一次有这样的印象和经历，就是我看哪个剧本我可以这样的。我觉得它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痛之后它还有温暖，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特别难得的。这唐山大地震我也去看了。嗯，当然它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影片。对，我可能比别人哭的时间更长一些。嗯，当然我知道这部影片其实想让人们反思的是，这个地震不仅给带来的是这种外在的伤害啊，它有可能延续的是内心的伤害。嗯，有的时候看完一个悲伤的片子会最后有一种积极的力量，但是我看完这部片子我就觉得我很久不能够找到力量去让我振作，我就总是觉得很伤痛。我其实感觉跟您可能特别像，我也是拍完这个电影看完这个剧本，我很久都是有一点迷失，有一点找不到这个站起来的力量。可是后来我大概在去年的春节，我就带着我妈妈就我们找了一个小岛去度假，然后我当时也是心情一直都不是特别的放松，也不是特别的好，就一直从这电影里好像有点缓不过来。我们租的那个房子是在一个悬崖边，然后
离主要的那个城市非常远，所以晚上只要关了灯就是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躺在那个院子里，就忽然间看到天上的星星，特别特别多星星。然后我就想，哎呀，能活着真的挺好的，你能闻到，你能听到，你能看到，然后还有比如说你喜欢的人在你旁边，就还在陪伴着你，你就忽然觉得特别珍惜。从那天开始我就一下缓过来了。你本人在生活中内心是这么敏感易碎的吗？应该算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在外表大家看起来是不敏感的，是挺理智的，挺这个聪明的，挺得体的，就是可能给人家大家是这样的印象。其实就是因为可能你的内心特别敏感，所以你用这些东西把自己给包起来。我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就是看你的面孔啊，可能是最抢眼的是你的眼睛，因为我总觉得你的眼睛还是有一种凄美的感觉，但是从鼻子到嘴唇到下巴都是非常坚定的，感觉总的来说，外表是柔弱温婉的，安静的，但是你的角色，让我的感觉好像都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有些障碍的，有些压抑的，或者吸毒的，就你总是塑造和你外形给人带来感觉反差很大的，有一些边缘化的这些问题的人物，我很想知道这些角色是你有意选的，还是别人导演们发现了你的这个内在的潜质。我总觉得那样的角色还挺有力量的，就是我演起来也觉得挺有劲儿的，因为可能生活里就像你说的，我特别的平淡，就是喜欢特别平静的生活，所以都放到戏里折腾了。我看了一些你的文章，了解你之后，我觉得你不管是在生活中啊，还是在荧幕上，你的内心应该说都经历了生离死别。我也担心啊，会不会让我们年纪轻轻的张静初因为角色的创造而过早的领悟了人生的大彻大悟。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大彻大悟，要是这样就好了。其实挺好的，要是哪天能够大彻大悟，就不会那么多这个小烦恼啊小忧郁啊什么的，就不会有了。你的童年你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年纪？我的童年是绿的，我觉得小时候吃什么都更甜。我跟你说那个感觉特别好，坏孩子。你觉得外婆给你带来了什么感受？别看不了老人跟孩子，你最疯癫的狂想是走江湖啊。张静初的内心还是很狂野。今天流行光荣绽放，光荣绽放正在播出。坦率地说，和你这么简短的，你从你上台开始到现在，你完全给我带来的印象已经和就是和我从电影里或者说封面照片上的已经是有很大的颠覆了。就感觉哎呦，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活泼可爱的。你的童年你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我的童年啊，我的童年是绿色。因为我觉得我们家那儿特别特别多竹子，然后是一个那个雁江围绕的一个小城市嘛，然后特别美，我觉得我小时候很多时候也在山上过的，因为我哥基本上我小时候都跟男孩一块玩，因为我基本上是我哥的跟屁虫嘛，他到达哪儿我就到哪儿，然后为了不让他甩掉我，我基本上他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跟男孩子一模一样，我完全可以跟上他们的节奏，不会成为他们的负担。哎，我非常羡慕这个生长在什么福建啊广东这一带的女孩，因为那边那个湿润嘛，皮肤会比较好。另外就是我觉得你们都特别有口福，我特别爱吃你们那儿的什么荔枝啊杨梅啊枇杷呀，还有今天专门给你准备的这个龙眼。下一个水果，我老觉得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些水果肯定是不正宗的。你尝尝，和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我觉得小时候吃什么都更甜。怎么回事？小的时候这个龙眼是你常吃的水果吗？对，小时候龙眼还有荔枝还有橘子。其实小时候我最喜欢的是那个青皮橘子。然后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那个橘子林，我还去偷过一次橘子跟我哥他们。哎，我跟你说那个感觉特别好啊，就是特别好。但是被抓到的感觉真的不好。抓到了吗？抓到了，跑得太慢了。
了，而且我一看有人追，我就心慌得很，我就待在那儿等他来抓，就给抓走了。哎呀，然后我哥他们都没有等我，然后非常羞辱的是他们还要留下我是哪个年级哪个班的，还有我爸妈的名字，所以说我学校也要知道，我爸妈也要知道，所以我非常的羞辱。我还算是比你胆小，我不想吃满回家的，但是就是怕被抓到以后我无法应对，所以到现在没实现这种感受。按照您这种心理素质就放弃吧，因为在我身上已经证实了一定会失败。而是因为我去之前我就特别我哥说了，一拿到以后抓住那个橘子一揪下来就跑，然后我一揪下来，我看见那个戴斗笠的人看着我，我就傻了，我哥跟他对视着就被他带走了。束手就擒，没错，我就傻了，怎么还会有人呢？那小的时候小姑娘总想有一种勇敢的举动啊，当然是不要去偷，抓到了是非常不好的，尤其要告老师，没面子一件事，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对对，所以说你我坏孩子。说你小的时候是外婆带大的。我3岁之前就一直跟我外婆在一起。哦，所以跟她感情特别深。你觉得外婆给你带来了什么感受？我觉得我跟我外婆的感觉就像是，就一想到他，我就觉得那个心里头特别暖，然后我就老觉得我特别想搂着他。小时候我一直都是外婆背着我嘛，因为他干活怕我摔倒，所以基本上都是背着我在背上干活。然后他在我心目中的那个样子就一直是那个就弓着一个背，然后坐在那个椅子上，一看到我来了就马上站起来忙忙叨叨说，你要吃什么，就给你弄点吃的吧。你在他的那个怀抱里的感觉就是绝对安全的，所以我特别看不了老人跟孩子的电影，我只要一看见那个我就有意不敢去看了，已经就是我一看到那个海报我就已经不行了，我就有一点就已经被触动了，就是对。哎呀，很高兴今天还能跟你回忆这一段。对，好，再说点开心的事。开心的事情，对，听说你小的时候也是个疯丫头，特别爱看武侠小说。对，喜欢看武侠小说。为什么呢？我觉得武侠电影就像是一个成年人的童话嘛，里面有爱情啊，有这个非常浪漫的这个英雄主义的情节啊，你有一身本领，你可以行走江湖啊，可以这个见义勇为啊。一个小姑娘要是迷上武侠小说，会不会发生狂想症呢？狂想症啊，我不用看武侠小说就已经有了。一直都有，就是武侠小说里面描写的那个轻功嘛，什么水上漂啊什么，那我就觉得我从小就特别相信是真的。说明张静初的内心还是很狂野的。不要被他的表面所迷惑。对呀，想当大侠啊，想那个谈一个特别浪漫的恋爱啊什么，武侠小说里什么都有啊。你到底是想谈恋爱还是想当大侠主持正义、都想啊。我记得你刚才上台唱歌第一句好像就是说看了一眼就忘不掉，是这个词儿的。对对对，大致意思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啊，就再也忘不了，就再也忘不了你的模样。对啊，那张静初，你觉得你是属于看了一眼就忘不了的呢，还是越看就越拔不出来的那种？得多看好几眼才注意到，然后越看就越拔不出来。不能多看。你是最初我听说你是想当画家。是吗？其实跟武侠情节有一点像，是有一点狂想症的一个这个症状，我觉得发生的时候的一个想法。当然它促使我来到了北京。所以呢，我觉得人还是可以狂想啊，幻想啊，梦想啊，我觉得其实都是好的。对对对 对, 对，人要有想法，要有理想，你有冲动，你才会有一些生活的不同的生活道路。是不是就因为有这些冲动，有这些莽撞，才让你走到了北京啊？我相信是，如果走特别保险的棋，或者小心，就是骨子里面要是像我的外表一样小心谨慎的话，我肯定
不能走到北京。坚持五个槽，你会年轻很多。就像一张脸覆盖住了。你打算当这个导演队伍中的逃兵了吗？真的是太难了。你很在意别人这样去评价你。小章子怡非常的羞辱。你怕自己成为剩女吗？已经是剩女了。今天流行光荣绽放。光荣绽放正在播出。我想他们又安排这个苹果，肯定和你也有什么关系。看见这个苹果和桃，我就想起来了，我认识的一些广东广西的朋友，到北京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季节要来的话，就一定要带大桃回去。大桃回去，我一看他们带桃的那个表情，特别像曾经我到那边去要带什么荔枝啊、带杨梅的那种表情，就是那边好像很少能吃到这个桃和苹果。对，其实我小时候虽然老画苹果树哈，但我真的不喜欢吃苹果。因为我们那儿的苹果都是那个香蕉苹果什么，或者是特别小青的绿苹果，就很少这种又大又多汁儿的这种苹果。我妈妈也是，她到北京来住以后喜欢上吃苹果了。其实苹果是我生活里可能有持续了，我想应该4年到5年的一个习惯吧。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一颗苹果，基本上没有什么意外情况，我好像基本上没有间断过。那因为苹果是唯一的可以空腹吃的水果，然后早上吃苹果又是金苹果嘛，是最有营养的。然后还有就是桃儿，我记得那时候来北京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奇怪啊，一个桃儿可以这么大，真的这么大，就这样一张脸就盖住了这么大的一颗桃。然后那个咬进去，一般觉得特别大肯定没有味儿吧，然后咬进去觉得那个汁儿都快滴出来了。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就是仙桃啊，这个不是仙桃，我不相信这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桃，我觉得北京太好了。到北京是哪一年？九六年的8月份。哦，当时北京的颜色是对你来说是什么颜色？北京对我的颜色啊，金色。然后我那时候8月份来北京，哇，我看尤其那时候在电影学院嘛，进修，然后我看哇这么漂亮，就是后面那个土城那一块儿全是那个色彩斑斓的，比如说橘色的呀、金色的呀、红色的呀。快到秋天了。对啊，非常美，我当时就都迷了，我就每天就很爱在那个落叶里面走，然后就看那些颜色，怎么这么丰富的颜色啊。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北京好美啊，特别美。你那个时候是也懵懵懂懂的追求，但是又不知道该干什么呢，还是很清晰我就要干什么？很清晰，就是要上学。要学习。对，但是考上中戏导演系了。对，我觉得那是一个真的是个门槛很高的学校。他们有经常开一个玩笑说，你要文章写得特别好吧，你就考戏文；画画画得好，你就考舞美；然后如果说你那个能唱歌能跳舞，你就考表演系；可你实在什么都不会的话，就只能考导演。哎呀，这种跟我刚到电视台一样，就是你会什么？如果什么都不会，就去当导演吧。这边有好多导演，对不起了，不是这意思啊。难怪现在张静初不干导演了呢，原来是因为什么都不会考上的。其实，导演其实更多的要求是一个综合的素质吧。然后他们就像很多人也会问我说啊，你现在做演员做得不错啊，有没有想过要当导演？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那导演呢，还得管，比如说资金，很多时候现在导演也管，就他也是半个制片人，然后后期的发行啊，然后片子能不能比如说怎么样能够通过啊，然后包括这个剧组盒饭不好都会说导演真的盒饭很差他得懂音乐，他比如说得懂剪接，他得懂镜头，他得最基本的他得懂剧本，是一个杂家。对，他真的得什么都懂，还是一个问题处理机。问题处理机。你试试说，你是要告诉我们你打算当这个导演队伍中的逃兵了？如果哪一天我真的觉得有什么东西特别想表达，然后也发现自己好像更成熟，更会承担起这么大的一个责任的时候，也许吧，水到渠成。但是我还是由衷的希望你不要当导演队伍中的叛徒。不管怎么样，你是学导演的。我特别想问的就是说，看见很多导演为这个票房而欢呼雀跃，
我真的，我想问问你吧，你觉得这个收视率高的电视或者是票房好的电影，就真的是你喜欢的电影吗？就本身是好电影，就会很多人去看。那但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吧，我想，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就像美国，很多好电影，比如说得奥斯卡的，包括前那个《拆弹部队》什么，其实票房也是惨败的。那它艺术上可能被大家承认了，可是商业上可能没有获得成功。在你的创作的选择上，你更内心更偏向于什么样的影片呢？自己更偏好，那可能还是就所谓大家说有一点偏艺术片的吧。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商业上成功确实挺有意义的，就是说更多的人看到你的作品嘛。你既然都演了，你当然希望更多人看啊。所以像当然像这种机会和这种电影太少了。张静初也真是不愧是学导演的，刚才已经把导演的这个重要性和能力说得很清楚了。但毕竟你现在从事主要的是表演，所以我想问问你觉得一个演员最重要的品质和能力是什么？我觉得最好的品质就是真，因为我自己跟很多对手合作过嘛。那我觉得每一次就作为一个观众也好，一个对手也好，我最被对方打动的都是真，就是真挚。真挚是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演艺圈是有自己的这个行事规则的。我看到你没有去加入那些所谓的经纪公司，是自己好像自己在经纪自己吗？有一个经纪人，那他是也是从孔雀开始吧，就一直跟他合作，然后到现在，觉得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这些这样的。小团队，团队小，当然可能没有大公司那么多优势啊，在这个实力支持上，但是相对来说也简单，就是觉得还挺好的，就是不复杂，不复杂啊。但是人们总是觉得演艺圈是复杂的，你觉得你在演艺圈是如鱼得水呢，还是有些步履蹒跚，有些无奈呢？因为我之前可能也是给大家跟大家这个想法是一样的，觉得好像做演员或者演艺圈就好像这个争名夺利的哈，然后都是一些特别浮华的啊，虚荣的事情啊，然后可能好像到处都是这种吃饭呐、交际啊、人际关系啊，然后我原来也觉得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从来都没觉得我能做演员，因为我特别不擅长这方面。因为我可能运气比较好，我基本上接触的导演呐、还有合作的对象，我觉得都是这一行里面真的做到了顶尖的。越是可能我接触的这些人和范围就越简单，因为他们其实选演员的标准也简单，就是合适。他可能不会因为你跟他认识他就来找你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反而就简单了，你只要把你的戏演明白就好了。演艺圈总是喜欢把一个冉冉升起的新的新星也好，新的演员去和一个已经大红大紫的演员去比较，比如说哦，他就是小巩俐，他就是小章子怡，他就是小某某某。你很在意别人这样去评价你吗？基本上我是觉得这是因为大家还不了解我，所以他们没有看到，就说他们还没有机会看到，就是比如说张静初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他作为一个演员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一个什么特质，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嘛。在大家还不能了解你之前，只能用一个比较类型化的来概括你一下，我觉得这正常。大家都说啊，张静初是才女，我呢是看过你的这个文笔我觉得哦，张静初文笔的表达能力和控制能力非常强，而且是你的文字是有一定的境界的。那我想我接受才女这个对你的这个称呼，但是我又在想，从历史人们就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到了今天依然有人认同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我其实首先我自己没有认为自己是才女，我真的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的才华非常非常有限，但是我觉得我还基本上是
有一点能力，就是我有自己的审美，我会欣赏有才华的人，我知道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这个能力我有。但是我自己就是因为可能眼太高了，手太低了，所以我知道我自己不算什么才女，一点都不算。那我就很有美德了，剩下得了，总结了一下，就为了把自己推销出去，说赶快嫁出去。难道你嫁出去难吗？应该现在社会，我觉得女孩子只要追求独立一点，嫁出去都变得越来越难吧，应该是这样。你怕自己成为剩女吗？已经是剩女了，怕了已经。真的？对呀、啊。还但是没到圣斗士的地步吧？我现在圣斗士初级阶段。我还是希望你能够事业爱情双丰收的。最后跟张静初说啊，不管你未来的事业是多么的如火如荼，但是我都希望你的内心能够保持清静如初。谢谢。我一直在努力的追求。今天流行，光荣绽放。